叔，老叔叔啊，你们发没发现？你不管我怎么揍小迷糊，小迷糊内心永远不会失落。再过来，再过来，坐好，坐好啊！不管我怎么针对小迷糊，小迷糊内心永远都不会失落，你发现了吗？小迷糊内心永远都是那么开心，他永远都是那么膨胀啊！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小迷糊太年轻了，年轻人太气盛啊！好了，他就是不服。好了，你呀，小迷糊，跟你爹一点都不像。小迷糊，该啊，完了，老实了啊！看小迷糊啊，看小迷糊啊，看啊，看小迷糊啊，看啊，老实了这回。老师教育儿子呢，啊，敢对老爷这样式的啊，啊，敢对老爷这样式的，老师，老师真听话，老师啊，行，你看小迷糊干啥呢？看看，小迷糊开始劈腿了，我操，啥意思呀，小迷糊啊？啊？小姨们是投降了吗？人家都用手投降，你用脚投降，啊？老四他早该出手了，啊？让他怕老四，看着啊，他怕老四，你看是不是怕老四，兄弟们？他是不是怕老四？是不是？是怕老四？看跟老，你看跟老四撒娇呢，看，是不是怕老四了？服了，小明终于服了，你看他终于服了，啥意思呀？啥意思啊？啊，不明白这啥意思，我不明白这是不是投降了啊？哎，他不怕我，他怕老四，怕他爹。哎，老四就是他爹呀。啊，老四不惯着他。你看啥，你看啥，看啥，看看夹尾巴了。夹尾巴了，看啊，看小明啊。你看啊，小迷糊找他爹，跟他爹道歉去了，看着啊。哎呀，啊、我操！哎，老子脾气不好啊，看着啊。哎，真是害怕了，这真害怕了，这下服软了，这跟他爹道歉呢。哎，你看我爹蛋都没了，你别咬我了。哎，哎呦操！能看出来吗？小迷糊夹尾巴了。啊！